下听闻，大家早，欢迎回到黄记。对，我们吃完了，现在已经是早上11点。然后我妈在家里，我也才刚化好妆。我们今天要去看一个地方，叫做奥利多，然后挺美的，就有一个天空的步道。那我睡很久，睡了大概整整10个小时吧。看我多累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一路上我再跟大家讲解这个奥利多是什么吧。那现在吃早餐，待会见。出发。Sketcher。来不及去看那个缆车了。不过上一次就是暑假的时候，意大利有一个地方有发生那个缆车掉下来，所以其实我是蛮害怕。那这个我们就下次再去看吧。拜拜。好像来到了瑞士啊。Hi, Mont Blanc。其实正确念法是 Mont Blanc。好了，我要来继续当我的专业导航员，我们待会见。我们现在啊要去看一个天空步道，这个天空步道总共高是160公尺这样子。那灯光很怪怪的，然后呢这边的那个温度就已经比我们刚才在的那个旅馆还要低6度了，所以现在里面是8度。好，继续往前走吧。Marco Voto, ristorante di ieri sera, quanti punti dai? Da 1 a 10. 7.5. Così alto? Mi è piaciuto. 首先那个真的是踩雷了，踩雷踩雷踩雷。Su quale orribile, se lo vuoi guardare. Oh, 这个很美，让我们大家看一下。Cosa vuoi dire, Marco? Non lo so cosa vuol dire, sì.OK， 因为我们一直在找 Orito 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但是都找不到，然后本身意大利人他也说不出来。继续走。万宝龙在这里有开分店吗？开玩笑的，这里是那个他们意大利人讲是那个 Adventure Park， Adventure Park 就是 Parco dell'Aventura。你们有看到吗？就这个钢线啊，然后一直就是连到这里，有看到吗？就是这个线啊，他们上面就只会让你抓着一个绳索，然后就让你从上面这样溜下来。我们在寇姆有玩过一次，蛮惊人的。有没有看到这边？应该是给小朋友的吧？对 ，Anyway。这里是 Prenotazione 呢，如果有兴趣的人来这里也可以跟他们报名哦。我现在是有点害怕。过门，有点可怕，就脚下面会痒痒的那种感觉，这样子。好高哦，天哪！然后旁边的景色是，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。这有惧高症的人真的可以来吗？其实我现在一边跟你们录，就是一边不要那么紧张，因为其实我有惧高症，好可怕。满口泡雾啦，我一直看着远方，应该就还好。看一下这个景，好像瑞士的那个啊，不行，我要赶快走，因为我脚已经开始在发麻了。走完这一边就好了。不是我爱乱吼乱叫，但是真的蛮可怕。我不敢看底下，天哪！好了，他有看有多高吗？好可怕，我根本不敢看下面。好了，很漂亮，但是我刚刚受到惊吓，大家有听到我刚刚尖叫那个声音吗？就是真的很惊人，因为它也是又是一个圆弧状的，然后对，还跑舞啦，真的。那就代表他有在害怕。我们两个就用很快的速度走完，这样哇，吓到我口水都跑出来，太惊人了。我鼓起勇气来这里开始自拍，马可先生他已经没有勇气了。好，天空步道，拜拜。今天要前往奥斯特另外一个城市，然后我们应该在这边用完午餐，买一点纪念品，我们就要回家了。现在开车要开3个小时，
刚刚说我想尿尿，马可又说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又没人，我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在奥斯塔再见吧。我们到了，然后如果大家在意大利有找到这种停车位的话，记得、哦、这种蓝色的线啊，旁边都会有这种小机器，那就是要付费的。对，然后付完费以后呢，再把那个停车票就像这样子放在车子的前面，才不会被抄罚单。可爱的这个小店，应该是很多他们当地的酒吧。我们已经进到餐厅里面来了，然后它其实布置的非常的雅致，那红酒都超好喝，当地然后吃山上的一些食物，所以蛮特别的。比如说在山上有时候是可以吃到，比如说像法式的洋葱汤，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昨天吃的波林塔，然后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肉，像我今天也是点了那个牛的脸颊肉这样子，所以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菜色怎么样，然后评价一下。因为昨天晚上踩到雷，所以其实我没有吃得很过瘾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间餐厅会不会不一样吧。洋葱汤交给布利尼，我那边几多，满满的 cheese。 嗯，我就要过去。嗯，我也是。看那个洋葱汤啊，超级好吃，味道很浓，然后有 cheese 的味道，味道很深厚，很建议大家来点。而且这一刻只要吃饭，超好吃的。这是我们的第二道菜，猪夹肉跟佛莲塔，然后它的香肠跟那个普雷，看起来超好吃的耶。这是什么？No， 这是看猪夹肉。哇，牛夹肉。嗯，好了。好好吃哦，入嘴即化，普雷塔。这才是山上的味道。等一下，它那个油脂啊，就像在你嘴巴里面爆炸那样，肉超软，超好吃。我们吃完午餐了，然后刚才那顿午餐啊，其实还蛮划算的，我们总共花了70块钱左右，对，然后70欧元。现在我们现在在一家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卖那个 cheese 还有酒的地方，我打算就是买一些纪念品回去，因为山上的产品真的很不一样，尤其是奶制品。好，那我们就待会见。好啦，然后现在看我吃了脸红红，我们现在要前往回家的路上了，因为要开3个小时，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还有爱情小铃铛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变成旅游博主，然后到处带你们去吃好吃的，然后玩好玩的。这个是马可先生，好，不理我们，好，也不是第一次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